榜同人第一名，任上榜首，电工一座反响强烈，1500万人民币天价代言。结束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个阶段，韩国人气偶像 RIN 近来依然是出尽风头。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再造人之刃》上映后，不但在韩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，更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杰出创意奖。之前这部影片再次成为第3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，将于3月19日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首映。除了电影《再造人之恋》，任在新年里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。之前他以1500万人民币的天价成为某服装品牌的代言人，再次见证了他超人气的巨星地位。